希望唐薇薇，我以为你走了，抱住我眼睛呗。叔叔阿姨联系了国外的医院，他们这些天也会请假，他们想让你彻底查查这到底是什么毛病。你去吗？我看了医院挺好的，医生也都联系上了，全部都是专门研究过敏的专家。我再问你去不去。叔叔阿姨很担心你，这次是我的错。我再问你，作为女朋友的你，你去不去？再辽阔不让世界包括，鹦鹉的羽毛不要摸，借自你让我去，你不去你赶我走是吗？林然，你冷静一点。那你回答我呀，那你看我呀。林然，叔叔阿姨很担心你，他们希望你去治病。我不管他们怎么想，我也不管他们说什么，我是在问你，你是不是要赶我走？唐薇薇，告诉你，这次我走了，我就不会再回来了。这样对我们都好。记忆的蝴蝶不要捉，最美的标本是爱过。我要说起彩虹以外的颜色，再辽阔都不让世界包括，鹦鹉的羽毛不要摸，写字的笔拿思念做。我要说起彩虹以外的颜色，给你的幸福从未见过，记忆的蝴蝶不要捉，最美的标本是爱过。我要收起彩虹以外的颜色，再辽阔都不让世界包括，鹦鹉的羽毛不要摸，写字的笔拿思念做。